喐，陳師傅，入邊好。你幫我教埋下。係，師傅，葉翁你好。女仔花拳瘦腿。唔好亂講嘢啊！文，呢門詠春拳係五梅師太所創，正在以柔制剛。陈师傅桃李满门，可喜可贺啊！义翁，听讲近嚟你成日去香港办货，生意兴隆啊嘛！哎，我搵人拎屋租俾你先。诶，唔使交，唔使交，我哋系好朋友嘛。你将桑园咁平租俾我哋，我都未报答你添。其实你想报答我都唔难。阿曼，哎，爹，呢个系我嘅细仔，叫叶文，系我同袁佩亲生。天赐，爹，呢个咧系我收养咗一年嘅义子，叫天赐。我今日带佢哋嚟，系要揾个厉害嘅师傅。揾师傅？系啊，佢两个好喜欢学功夫。师傅饮茶。师傅饮茶。你两个今日入门，要记住本门嘅训示：学武要正宗，行事要正直，为人要正心。知道啦，师傅。阿文，你唔系话好喜欢学功夫嘅咩？武馆里边有好多师兄弟陪你玩，阿爹仲要香港做生意啊嘛。阿爹。萬事小心啊！天慈，你要好好照顧細佬啊！爹，我會噶啦。爹，师傅，饮药，我摆嗰边。记住，手由心发，点点皆清，念头正，终身正。师傅啊，啲药冻啦。你進步咗啦！你哋要記住，心法正宗，自然手法正宗，逢手必穩，攻無不克。詠春嘅精髓在於追影不追手，重心不重眼，知道嗎？
其实我都好肚饿噶。我饿晒都冇嘢食嘅。哦，两只大老鼠。就胆出嚟偷嘢食，如果俾师傅发现，你哋就死紧啦！唔系佢偷噶，系我偷噶。我偷噶，唔系佢偷噶，唔系佢啊！你哋两个细声啲啊！见系你请过我食太妃糖份上，我就帮帮你哋啦，俾你哋噶。油炸鬼点解硬系一孖嘅咧？如果一条油炸鬼有三边就啱啱好啦。喝這碗吧，這碗剛剛煲好。我見你這麼忙，如果藥凍了再翻煲就沒益了。仲數，你忠孝兩全，將來武館交給你，我都很安心。阿敏的名聲很高，是學武之才，將來我不在這裡，你要好好栽培他。去照顧啲師弟妹。仲素向华顺师傅发誓，有生之年必尽全力，将正宗咏春发扬光大。大家到此為止，好，你翻去先啦，好，翻去先，走啦，大師。天慈，今日打得唔錯啊，敏啊，休息下啦。喂，大師都要食下開飯啊。喂喂，等我幫手開飯啦。Thank you.
思啊？我哋真係好運啊！對面開檔皮影戲，我哋啲生意好耐做唔切啦。嗱，呢啲咧唔係叫做好運，係經過深思熟慮嘅。哇，好叻啊！葉問，呢碗我特登留俾你㗎。我食咗六碗喎，飽曬咯喎。飽仲食？出去散下步，幫助消化。天使哥啊，我哋啲生意做得幾好啊！我想周圍睇下嘢啊。好啊，元宵佳節啊嘛，我都想去睇下有冇同班運啊。得啦，我行下熱氣，我都開住檔，你出去玩。好啊，好啊，哎，行啦，哎，快啲啦，慢啲食啊，快啲行啦，行啦。喂，等埋我啊。俾位，你唔走得啊？咁你走咗嘅話，邊個幫我煮湯圓啊？咁樣啊，一陣間佢哋翻嚟，我陪你出去玩。嗯，唔使啦。好，樣樣都會捉中個象棋喎。切，中國人夠識玩西洋玩意咯。既然西洋人可以學中國文化，我哋都可以學西方文化噶。嗯。喂，我哋前面睇下咯，行啦，行先啦。你们真识货，这个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发明——留声机，可以留住你们最美丽的声音。犀利，而家连声音都可以留住。这首曲是英国民谣，相传是英王亨利八世做给一位拒绝了他的女孩。是吗？太棒了，那这女孩也太有个性了吧。Oh my God! How can I sell this?我的车没给你挂伤了，你叫我怎么卖呢？我不是故意的，要不我赔钱给你吧。这是十分贵重的宝贝，你赔得起吗？老板，那我把它买下来。唱片弄坏了，歌曲播得不顺。哎呦，说买就买嘛，够了吧？小姐，请问贵姓啊？改天我拿钱还给你吧。不必了，谢谢。家姐，哎，屋企又冇唱片机，你买唱片嚟做咩？我买嘅唔系唱片，而系一种感觉。你咁样揼到我头喎，赔钱！大爷，我边有钱啊？我理得你有冇钱啊？总之你今日一定要赔翻五十个大洋做汤药费。我边度有五十个大洋啊？啊！冇钱俾啦！家姐，你哋喺度做咩啊？唔好喺度虾人喎！咩啊？留翻去！起身！我睇得清清楚楚，个空竹系跌落地下，根本就冇揼到你。你系边个啊？咁样同我讲？我警告你啊！你再唔走嘅话，我可以叫巡捕啊！你五行欠打，五行入面冇欠打嘅，你哋几个先欠打。Oh!
见勇为，佩服佩服。可唔可以留低尊姓大名啊？不必啦。诶，小姐，佢叫叶问啊，我叫小山啊，我叫姚才啊，我哋都系咏春派嘅，或者你可以叫我哋做咏春三雄。家姐，你张唱片啊，多管闲事，有冇整亲啊？冇啊，行啦。哎，走了。请问找哪位啊？我找叶问。叶问？他不在。如果你有事给他，开给我。唔得，有人叫我一定要亲手将呢封信交俾叶问噶。随便你啊，你可以慢慢等。顺便喂下附近啲大草蚊。大草蚊？喂，等等。好啊。咁唔该你，一定要记得将呢一封信交俾叶问。好啊。Thank you。叶帅伯。哦，美惠。入去坐啊。叶问喺入边啊。哦。爹，翻嚟啦！你两个搬嚿咩翻嚟啊？哦，呢个系姐姐嘅新玩具。小心啲啊！点解等咗咁耐，佢都仲未有回复嘅？佢仲未回复啊？你老实讲，你到底有冇亲手交俾佢噶？我真系有噶。系咪肯定啊？肯定。唐僧啊，四时感冒，周居云落，呕吐痛都唔使怕。知道啦。阿文，今次落香港读书，样事要小心。哦。你都小心。走啦，大师。走啦。阿文，你今次落香港，唔好荒废光阴。除咗要用功读书之外，唔好抌低啲功夫，唔好忘记师傅嘅教诲，唔好同人打交，唔好争强好胜。学武正宗，行事正直，为人正心。大师，你放心啦。想思多么不经意。
早晨。早晨。想问是简单的故事，童话故事那日浓重开始。翻去有时间多啲练习下，知唔知啊？请问叶问喺咩度啊？哦，佢去咗香港喎，你边个问题？冇咩事嘅，唔该。到天荒不需觅寻，缘分赶上了，遇到心上人，被暗天分只需眼神。从你牵手也未尝热吻，相思多么不经意，相思在我心深处，相思简单的通情童话。大星早晨，大星早晨，食油条啊！点解啲油条咁得意噶？佢哋咁大食，一孖又点够食咧？就剩咗三边出嚟啦！食早餐啊！你哋点解咁唔卫生嘅？你想知道点解系嘛？嚟！喂喂喂喂喂！你現在知道規矩啦。我幫你。唔使啦。你都在這裡啊，真是好了。李會長，溪爺，美惠，你經常照顧我的起居飲食，現在我就送份禮物給你。哇，好漂亮啊，多謝溪爺。天賜，你加入精武體育會之後真是幫了我不少忙吧。哪是啊，怎麼都好啦，我都送件禮物給你。多謝李會長，你哋都系喺我嘅古玉珍藏里边特别拣出嚟送俾你哋噶。呢个好似一对嚟嘅。系啊，一对噶，同你哋一样啦。Business. I heard you say Chinese pigs. Oh, no, no. I'm sorry, I don't mean Chinese pigs. I mean Dong A Bang Fu. Come on, Dan. We'll give you 3 minutes. No, 2 minutes. No, 1 minute.Yeah!
okay. Your kung fu is formidable. We call it Wing Chun. 你朋友叫咩名啊？好劲喎！佢叫叶曼早晨，早晨，叶师傅早晨，叶哥哥早晨啦，早晨，早晨啦，我识佢哋嘅咩？叶曼，早晨啊，呢个肯定唔识。老板。我不是老闆，我是這裡的管事，有什麼需要？要幫朋友買些藥。入得來藥材鋪當然買藥的啦，細路。去醫山去醫高，哪樣見效快一點？做什麼？他受傷了？為什麼他受傷了？打架啊？當然是打架啦，被誰人打啊？是我打傷他的。那就說是你的朋友？打完交咪变成朋友咯。咁你点解要打佢啊？老板啊，不如你带佢嚟，带佢嚟敷药。敷药？带佢嚟俾我打多佢镬啊！等佢以后唔好话我哋中国人系差啲士兵。你点知噶？你都同学仔讲噶嘛？而家啲街坊个个都知道你个名叫做叶文啊，你就威啦，细路，你学咏春噶？咏春正宗，佛山赞先生第二代传人。听你咁讲，你系找传华个徒弟嚟啦？系啊，我仲以为乜嘢正宗，以为你跟五梅书大学嘅添。学几耐啊？寻桥学完未啊？标子又学过未啊？咦，老板，你都学过咏春噶？第一，我讲过我唔系老板，我系呢度嘅管事。第二，我是學詠春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正宗，有沒有興趣玩兩下？下次先啦。下次就沒有時間了，是就現在來。不要吧，萬一有什麼損傷。那你只是看我們的老人家不起而已，來吧。本事先生。李师傅冇教你咩？同门教技，留力就不留手。做咩啊？睇我唔起啊？咁我嚟真噶啦。细路，你冇嘢嘛？冇事。冇嘢啊？咁就嚟过啦。跟住我啲肉啊！喂，睇住我啲衫边走啊！喂喂喂，你嗰啲都系咏春？我打出嚟嘅就系咏春。詠春是手打七分，腳踢三分嘅，專攻下山路。唔好賴師傅，冇錯，傳統嘅詠春是以手為主，但是不能夠一成不變嘅。變化咗嘅詠春變得更加靈活，有腳法，有術法，一招多用，招招實用。未知高人尊姓大名呢？我叫做梁碧。佛山人個個都稱我做先生碧，李叔公梁讚就係我嘅伯爺。原來係師叔啊！咁我啲詠春仲算唔算係正宗啊？師叔真係風趣啦，細路，
後日你再嚟呢度揾我啦。後日嚟呢度？你唔想學嘢嗎？哎呀，梗係想啦，但係讀書期間冇咩多餘錢交學費。我有話要過收你學費嗎？外观检查，手足开箱，发生事。これは日本商会が英国領事館から購入した薬品だ。検査は免除のはずだ。北野先生话唔可以得，呢啲系英国领事馆向日本商会订购嘅药品。我唔识英文啊。いい加減にしろ。たかが通過員の分際で。大日本帝国の商会を侮辱するとは何事だ。誰が責任取るんだ。你一个小小的官员竟然公然藐视大日本帝国的商会，如果货品有损坏，谁负责？那如果有人走私漏税，由谁负责？兄弟，开箱。去。乜嘢先生话唔开得？停手！你喺度做乜嘢？你知唔知呢位先生系何方神圣？你知唔知道北野先生每年捐几千米佛山啊？北野先生，真系唔好意思，你可以继续睇货，仲喺度做咩啊？走啊！有捐款当然最好，但系嚟自日本人嘅话，我宁愿唔要。李会长点解咁样讲咧？日本国狼子野心，日俄战争之后抢夺我国领土，又修建满洲铁路，实行经济侵略。他哋系东三省的所作所为，大家都有目共睹啊！李会长的想法，本人是理解的，但是在佛山的日本商会并冇参与东三省的事务，北野会长同其他外国商人一样，只是嚟做生意啫。其实我哋对任何团体接收的捐款都唔系咩坏事啊！非亲非故，个笔嘢唔会无条件捐款啩？呢、这个北野会长喺佛山做生意咁多年，呢次算系回馈，希望大家唔好有怀疑嘅地方。天赐啊，你都要做生意噶，你就以新晋干事嘅身份发表下意见。李会长讲嘅我都认同。讲到底，目前精武会嘅财政状况十分之稳健，并唔急于任何嘅捐款。先讲翻武会先。嗯，慢行。先生，你翻得好啲劝啊，李会长，叫佢唔好再食古不化。市长，我都系读书人，何必为点样一介武夫讲几句说话，搞到自己唔舒服？嗯，你讲得啱。告辞，慢行。唔送。经过变化后的咏春，善用远拳、近掌和埋狮身术，长短兼备。咏春的摔法是以反关节为主，不用拉住对方。李书古陈华顺的咏春是以长桥和低腿为主。经过我不断改良，变化后的咏春是短桥和高腿兼备的。其实咏春不应该再分正统和不正统，对我来讲就是不分你我他，咏春是一家。再认命 Reverend， 中国人是先讲姓后讲名的。Oh, Yip Man, all the best. Same to you, bye bye. 可以走了。再见到叶妈，再见啦，好唔好啊？
唔該曬，花姐。咦，葉問，你做乜翻嚟都唔通知聲啊？李偉，喂，葉問翻嚟啊！你的手信喎，淨係呢張係我嘅，其他都係你哋嘅手信。啊，都話葉問老兄弟㗎啦，行啦。你睇，你買俾我㗎？咁多太妃糖，我點食得曬啊？唔好全部食曬啊，仲要俾我哥攞去賣㗎。阿媽，天子翻嚟啦，哥翻嚟啦，係啊。哇，咁耐冇見。咦，仲好硬正喎，有練嘢㗎嘛？係咪想試下先？好啊。咏春咯，咏春边系咁样高脚噶？你边度学嘅？过多两招先啦。好啊。细佬，咁都算系咏春啊！叶问，好犀利啊！教我啊！好劲啊！做个做个嚟。美伟，美伟，小心！细佬啊，使唔使咁认真啊？我都冇事。喂，美慧，休息一下，我哋一齐学啊！啊，你哋都咁好学啊！好，嚟。冇嘢嘛？冇嘢嘛？你好犀利啊！呢种摔法咧，以反关节为主啊，同日本柔道唔同。唔使拉住你手噶，哇，好犀利！我想学啊，我又想学，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我帮你攞啊！只鸡好肥喎，我拎入去先。阿文，记唔记得师傅同你讲过啲咩啊？同翻屋企。大师兄，走啦，大师兄，谢谢大师兄，走先啦。我嚟问你。究竟我哋師傅陳華順嘅詠春正宗啊，抑或梁碧嘅詠春正宗啊？梁碧，大師兄啊，梁碧師叔嘅功夫同我哋師傅同出一脈，應該唔算偏離正宗啊。何況梁碧係我哋師公梁讚嘅親生仔，至少就跟讚師公學拳嘅。梁碧呢個人高傲自負，成日就係識頂撞讚師公，又同兄弟不和。可能佢真係有獨特嘅見解咧。有獨特見解啊，都唔應該同自己父親同埋兄弟不和啊！我記得師公先遊之後，梁碧嘅細佬就喺自己屋企大院嘅入口起咗一埲牆嚟分隔佢哋兩家人，咁樣你就知道梁碧嘅人緣啦。施伯凡人係怪咗啲，但係唔代表佢拳法唔好噶嘛。外邊啲人講我哋詠春拳甚少摔打招式，但係梁施伯就話可以用標子拳入邊嘅吸踭、標手將對方摔倒。我試過啊，效果相當唔錯噶。比傳統一招低嘅用法有更多嘅變化。我嚟話俾你聽，梁碧所學嘅詠春啊，只不過係師公嘅皮毛啊！你所有嘅招式都係亂咁作出嚟嘅。唔破舊立新，又點會有進步呢？你仲未領略到詠春嘅精髓，就咁貪心，乜嘢都想學，到最後啊，就一事無成啊！我唔食，你自己食啊！達師兄，你唔好咁嬲啦。阿文德啱啱翻嚟，你可以慢慢教佢嘅啫。好。我而家就教佢。
我睇下喺出边行啲旁门左道究竟有几犀利。起身，起身啦！大师兄，大师兄，真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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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问啱啱使嘅系咏春咩？虎门咏春啊，又系啱啱所踢咁高嘅腿法，咁个级差啊！我而家要你通通跪喺师傅面前发誓，以后唔准再学本门以外嘅咏春。大师，唔关佢哋事，系我要同啲师兄弟切磋啫。佢哋都冇话要跟我学，要罚就罚我一个啦。阿文，我的功夫已经全部过晒俾你啦。多谢师傅。以后你唔好再叫我做师傅啦。点解啊，师傅？你师傅是陈华信，你应该要专书重读。当年我年少气盛，唔识得体谅人家，我家人又保守，接受唔到我的破旧立新，引致误会重重，诸多摩擦。我为了避免摩擦，所以我决定离开佛山。叶问的确是有练武天分，但是他敢不俏，你说我应不应该逐他出师门呢？师父，请你给我指示我，如果你认为我应该逐他出师门的，你就给我抌个头。师父，叶问年少气盛，难免会犯错的，况且可能不是他的错，是我教得不好而已。师父，不如我哋三盘两胜啦！多谢师父啊！多谢师父，多谢师父。几位？素民精武体育会主张弘扬武术，兴起门户之见，特登嚟拜师学艺。原来是同道中人，未知几位点称呼？拜师之前，我要睇下精武会有冇资格教我哋。你咁讲咩意思啊？买货都要验板噶啦，我当然要睇下师傅有几多斤两。几位朋友，本会从来冇呢种规矩嘅，你最好咪强人所难。哼，冇问题，你哋唔教就由我哋嚟教咯。哼，你哋分明嚟搞事嘅，大家冇用。阿爹，我偷心啊！乜嘢会长？你带住一班人嚟我精武体育会，究竟为咗咩事？好咁得，想同你哋打交道，
你哋唔似嚟打交道，似嚟打交多啲喎。既然呢度系学武之地，较量下又有咩问题？好，李会长，唔使劳烦你。不要饮。真是英雄出少年。三邊油條嘅，係啊，親手做噶。三邊一個人點食得曬啊？係俾我哋三個人食噶，每人一條。嗱，兩邊比較脆嘅俾你哋，中間冇咁脆嘅。三邊油條係你細個嗰陣時話要食噶嘛？我幾時講過啊？你真係唔記得咗啊？睇嚟我細個都幾風趣。最衰你家啲都唔風趣啦，我唔食啦。美惠。美惠，我系咪讲错啲乜嘢？冇，嚟食宵夜。诶，系咧，仲未恭喜你？啊？恭喜我乜嘢啊？恭喜你成为成功嘅商人，年轻嘅才俊。李会长仲话推荐你成为精武体育会嘅副会长，前途冇得限量啊！唔係笑我啦，都係大師兄教導有方啫。嗯，係啦，你讀完書之後有咩打算啊？一場兄弟話你知，唔好笑我喎。嗯，我希望將來可以開武館，將明春發揚光大。好喎，將來如果你喺佛山度開武館，我打本俾你。唔單止喺佛山啊，我仲要全世界，為全世界人都知道我哋詠春有幾犀利。全世界好。我先預祝你成為一代宗師，桃李滿門。多謝多謝。嗯，仲有啊，如果將來你出咗名咧，我哋將詠春拍成影畫戲，咁咪全世界人都知道咯。一於你出錢，我出力。好，咁利潤點分咧？一於你三我出。唔啱。一口價，你四我六。啲嘢中啦，食嘢先啦。一於咁話啦嚇。食嘢先啦。你嚟揾我做咩啊？市长嘅仔嚟咗，话想要你睇影画戏。阿爹啊，佢竟然代你答应咗啊！系咩？系啊。佢有冇话睇边一套戏啊？吓？你真系想同佢去啊？咁叶问呢？你嘅自由恋爱呢？自由恋爱？等咗咁耐啦，仲系等唔到我嘅爱情。
或者我同叶敏真系冇缘分过。你真系咁样谂？唔系点解咁耐一直都无声无息啊？咁你教我点啦？我想你都是不喜欢看这么恐怖戏的，不如我们喝冰吧。不去，我喜欢看。我买票，我买票，我买票。这边请。你的票请坐。叶敏。见义勇为小姐。我是副市长千金张小姐，你好。你们好。你们又来看樱花戏啊？是啊，咁啱嘅。细佬，张小姐都揾过你。你揾我有事咩？睇戏先啦，睇完再讲啊。你连林文都唔惊，我仲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添。吸血僵尸一步步行近女主角度，准备咬。咬完未啊？仲咬紧，仲咬紧。睇得噶啦。真定假噶？可以睇噶啦。张小姐啊，我车你翻去啊！唔使麻烦你啦，曹公子，拜拜，过嚟啦。张小姐，咁我哋三杯番薯，多谢你请我睇戏啊 ！Thank you very much， 第一见。买番薯啊？嗯，张小姐，你英文喺边度学噶？啊，我自己学噶。我细佬喺香港都有学过英文噶，或者你哋可以约埋一齐交流下英语绘画。咁我哋而家去边度玩啊？听日师傅生忌啊，我哋去买鸡。嗯，好啊。走啦，美慧。走啦，走啦。我哋又唔识听英文，你又唔识讲英文。我哋行啦。嗯。你唔系话有嘢要问我咩？啊，而家唔需要问啦。你都几得意喎。其实我有嘢想问你。你问啦。我仲未知道你叫咩名。你不是叫我做见义勇为小姐的吗？我觉得不错喎。咁你真系唔打算话俾我听啫？我叫张永成。有时候谂起一个人，但系又唔知佢叫咩名，就好似首歌不停咁播，但系又唔知道歌名一样。又有时候知道个人叫咩名。但是又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就好像知道这歌的歌名，但是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唱。一二三四。怎样？是不是很痛啊？他吓我，你帮我教训他。看我怎样打。这样打的嘛。一二。咁慢噶，打快啲，再快一啲，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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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你唔好笑，笑会泄气噶。你睇下你啊，成日堆住块木头，所以啊，你个人呢都好似块木头一样木口木面啊。咁点样先？木口木面呢？
你可以想下第二啲嘢噶，譬如话谂下你中意嘅嘢，同你中意嘅人。咁我就贴你个名字上去，张永成。咁你咪日日都打我咯？唔系，其实咧，我想日日对住佢啫嘛。叶文，入去帮手煮饭啦。我要同永成出去食饭。嗱，我哋。永成，你过嚟，我有嘢同你讲，你去书房买个。爹，揾我咩事啊？永成，你犯咗个大错。咩大错啊？最多都系我冇理到个曹公子啫。你唔应该同武夫叶敏来往。既然你唔中意武夫，咁点解你又支持精武体育会啊？我支持佢哋系我工作上嘅需要，但系我交朋友唔系为咗工作，我冇你咁虚伪。虚伪？我系你阿爹，你点解系都唔听我讲？我惊你喺出边误交损友，影响咗呢个家嘅声誉。除非你唔中意呢个家啊，你翻入房慢慢谂下啊。送俾你噶，多谢，一定可以发多几个好梦。我想我哋以后可能唔可以再见面啦。点解？我嚟拜访张副市长嘅。啊，请入嚟啊！啊，先生，你坐阵等等啊。Okay, it's done. I hope to see you soon, Mr. Chong. The pleasure was all mine. Maha, maha. By the way, where can I purchase bone china? He wants to know where he can buy bone china.我睇去屠房買比較平啲。Go to killing animal house to buy. Killing animal. Yeah. That hey, kill chicken, kill cow, kill pig, kill duck, kill goose. Good. Thank you. Okay. 老爺。是骨刺啊。Just kidding. Mr. Zhang say he can take you to buy very good China bomb. 開玩笑啫，開玩笑。Thank you for doing this favor for me. Goodbye. Goodbye. 後生仔，你英文唔錯，未請教。我姓叶，名文。叶文就系你啊，嚟揾永成啊？今日专程拜访副市长嚟嘅。揾我？家姐，家姐，大件事啦！咩事啊？大惊小怪。叶文嚟咗啊！叶文嚟咗？佢嚟揾阿爹，唔知喺度倾咩啊？你嚟啊！我帮你啊！唔使啦，美惠，我哋今晚睇影画戏啊！其他师兄弟咧？小生姚才，佢哋都唔中意睇言情片。叶问咧？叶问，佢有人陪噶啦。俾我谂下先。你唔好谂太耐，如果唔系套戏就落画噶啦。
几时要睇啊？其实咧，我已经买好咗两张飞噶啦，不过太妃糖我买唔到，净系买咗朱古力。陈老爷个贺礼啊！喂，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阿耀菜，系，你将啲贺礼攞晒去大堂。里面啦，唔该，唔该，食啦。哇，啲剪纸咧，辛苦晒，好，少啲钱。哎，嗱，铺好啲。喂，左边嘅灯笼挂咗啲。好啊，过上去啊。喂，右边嘅灯笼挂右啲啊。写好晒啦，梗系啦，俾啲台词得啦。天赐。葉問，你哋將呢幅對聯掛喺大門口啦。哦，好啊。阿哥啊，我去攞張符。哦，好快，快啲啊！我寫多幾對。葉天慈先生，咩事啊？畢夜家知道今日係你嘅大日子，特登派我嚟送賀禮俾你。新婚快乐！我好想知道你而家嘅心情。二生，请坐。哦，好。今晚咧真系高兴，天赐娶老婆，我又多个女啦。我都好开心。李维咧系我半个女，天赐差唔多系我半个仔。而家半个女嫁俾半个仔，半个仔又娶咗半个女，加起嚟就系个好字。天赐咧系我成个仔嚟噶。佢娶到你半个女，我先系最高兴。你好快脆又可以高兴一次啦！照我睇，叶问都好事噶啦。细佬加油啊！天赐哥，我敬你一杯，祝你今晚洞房花烛。多谢。我都敬你一杯，祝你荣升精武体育会副会长。多谢。不如我哋大家一齐饮杯啦。好啊，饮杯，好啊，饮杯。天赐啊，努力啊！我知啦，爹。饮杯。老婆，我敬你一杯。老公，我都敬你一杯。嚟嚟，再嚟一杯。好啊。嚟啦嚟啦嚟啦！哎，老爷翻嚟啦！今晚老爷好高兴，饮多咗啊！阿斌，今晚唔好走。你瞓啦，行啦，系老爷，企稳啦，阿斌，我哋再饮多几杯，时候唔早噶，李会长，咩唔早啊？而家仲好早，
天赐华，你嘅武功好了得，嚟，我哋切磋一下。哎呀，下次先啦。咩下次啊？入狱就今晚啦。哎呀，李会长时候唔早啊，咁就早啲切磋下啦。哎呀，李会长。哎，老爷，冇你嘅事，去瞓觉。我哋再嚟个。会长。师傅，天赐啊，佢唔嚟啊？琴日佢大好日子，我谂住迟啲通知佢啫。入去先啦。师傅，呢边啦。堂堂精武会会长，德高望重，既然死得咁惨，无论点，一定要揾到凶手。李会长唔可以枉死嘅。嗯，带我入边睇下。报咗巡捕房未啊？未啊，都系先报巡捕房好啲。马上去报巡捕房。知道。石细佬，我唔信有人唔心虚。你讲乜嘢啊？我真系唔明，你万豪当你系仔，你点解咁做？我做咗乜嘢啊？你发咩癫啊？你仲扮懵？有本事用扣杀我灭口！你讲乜嘢啊？你就系依招杀死李万豪会长啊！不过用左手。李万豪死咗？我唔会俾佢枉死嘅。叶问，你放开佢啊！做乜嘢啊？你哋做乜打起嚟啊？你契爷死咗啦！你睇清楚佢啊！佢就系杀死你契爷凶手。受怕烧，左手扣喉，你就话我系凶手？全佛山又唔得我识呢一招啊！呢招系你教我啊！你都可以用左手噶。日本人要铲除眼中钉，一定系你帮佢哋。我知，点解日本人要送贺礼俾你？我同外国人做生意，日本人送贺礼俾我，有几咁出奇啊？你发誓啊！发誓李会长的死与你无关。好，我叶天赐发誓。天赐，巡捕房嚟，我要拉人啊！叶问，你冇去巡捕房？叶天赐先生，我哋要带叶问翻去巡捕房。你做咩带走我细佬？我哋怀疑叶问同李万豪会长的死有关。李万豪家下人话，寻晚亲眼见到叶问同李会长发生个争执同埋打斗。李会长昨晚喝醉了，我弟弟送他回去。送李会长回家都不用争执和打斗的。走走，带他回去。叶文不是这样打你的。我弟弟不会杀人。叶先生，我希望嫂夫人不要阻差办公。我跟他们回去，我是清白的，什么都不怕。走。叶天赐，你记住你发过誓的。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杀人，作何应该放了他？副市长，
叶问牵涉嘅重罪，我哋需要多啲时间调查。叶问系无辜噶，你哋唔可以困住佢噶。张小姐，我哋巡捕房系讲证据，唔会冤枉良民。呢件案有人证，而且如果李万豪嘅死同叶问无关嘅，点解从来都唔解释？张小姐，你口口声声话叶问系无辜嘅，你有冇证据？你冇证据就唔好乱讲。叶天赐被选为我哋政务会嘅会长，好啊！恭喜晒，好，多谢，恭喜晒，多谢，多谢，恭喜，多谢会长，恭喜。先生，佢愿捐出300,000俾我哋政务会，而且佢将佢弟子派过嚟我呢度，大家交流系正常，大家冇意见啊嘛。点解走得嘅？出去先讲啊！快啲！案发当晚10:30，叶问嚟我屋企揾我，我哋秉烛夜谈。佢饮酒饮醉咗，所以就喺我间房度一直留到天光。张小姐，你讲嘅系咪真话？凶案当晚，你真系同叶问喺埋一齐？你呢个口供非同小可。如果是亂勾，我們可以拘捕你。我以副市長的女兒的名義發誓，不過我都不可以因為你發誓就相信葉敏是無辜，除非有些更有力的證據。更有力的證據？我的女兒用她的政治來幫葉敏洗脫嫌疑，這樣都不算有力的證據。如果是這樣，我要请阿省长嚟一趟，为我主持公道。爹，爹，你唔好嬲啦！我真系冇办法先至讲呢个大话噶。爹，对唔住啊！你又话你自己有办法，原来系出卖自己贞节，仲要系为咗呢个莽夫。你要尽快坐家姐。永成，你唔好嬲啦！对唔住，我唔值得你咁做。值唔值得，我自己知道。不过你不用因为这件事而娶我的。永成，我明白了，但是你一定要嫁给我，我会明媒正娶，你叫你阿爹放心。
公子，我唔系你杀死鸡爷啊！你话任何人做嘢，你出卖同胞，系为咗钱定为咗权啊？件事唔系咁简单，我唔知点样可以解释俾你听。美惠，美惠，你唔好走，美惠，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啊！我求下你，我求下你听我讲，听我讲。你做咩大魔可以讲啊？你唔可以死啊！你就系做人妈妈啦。自首啊！冇用啦，冇用啦！你听我讲，我哋要揾一个属于我哋嘅地方。封信呢？边个嚟过？你讲我听，边个嚟过？冇啊，冇人嚟过。你讲我听啦！头先边个嚟过啊？大师，大师，头先你睇过我，你已经害咗我细佬，我唔想再害埋我大师兄啊！你去边啊？我做咁多嘢都系为咗令你平步青云。阿爹甚至揾叶敏做你个替死鬼，你竟然为咗呢种放肆嘅女人临阵退缩？你要我做嘅嘢，我都做晒啦。你仲想我点啊？ご中佐を殺せ。やつはすでに我々がお前の替え玉に妖魔を犯人に仕立てたことを知っている。我々の邪魔をする連中はすべて排除するんだ。もう殺したくない。この女のため。武士の尊厳にかけて誓う。この任務さえこなせば、今度こそお前たち自由にしてやる。こんな機会はもう二度とないぞ。僕の先輩だ。タフの牛はない。天智，快啲出嚟！天智，天智，出嚟啦！出嚟啦！我哋榮川武館冇漢奸嘅，你哋亦都冇呢個師兄。你快啲去揾天智出嚟见我。天智，天智，天智！师父。原谅我，我教导无方。哦，要菜，要菜。
天使，你呢个看家啊！咁样对啲师兄弟，阿文小心啲啊！好，柯南师，为了你曼豪，
师傅同阿爹嘅名声。大家对你咁好，点解你要做汉奸啊？我唔系汉奸，我系大日本皇军少将，那个 Air Gas。我十二岁离开咗我亲生父母，嚟中国执行渗透任务。我每日都挂住我嘅故乡，我都想快啲翻去。我阿妈死嘅时候，我都冇机会见到最后一面。到依家，我都冇机会喺坟前鞠一个躬啦。依家好，等我死咗，所有嘢都一了百了。我系一个群人，我冇得选择。我现在很开心，我终于执行了我自己的任务，我不用再伤害我身边心爱的人，可以被叶家收养，可以有你这个弟弟是我福分，可以同李威做夫妻，我死而无憾。咁而家美惠呢？精髓在于追影不追仇，重心不重眼。
队长，呢批货啱啱上岸，全部都系北野嘅，全部通通打开检查。海生，我都过，我买得上哪里？掩盖梯，呢边都有一个，呢边都有一个，扶佢出嚟啊！有冇水啊？阿爹阿爹，出面有个黑衣仔晕咗喺度啊！哎呀，哎，走啦！千钧一发之际，佢揸住一支长棍咁匆匆赶到嚟，仲使出我哋正宗咏春嘅六点半棍法，喺度噼里啪啦打到啲日本仔落花流水。殊不知佢一不留神，俾你哋嘅天赐师叔用把刀羊刀一劈，将支棍劈开两橛。天赐仲处处逼人，佢仲用啲日本空手道同埋柔术嚟进攻阿叶敏。咁我阿爹點樣啊？你阿爹就好機警嘅，將俾人斬斷嗰碌棍當做一對八斬刀，仲大舞一輪啊！仲用埋一啲我都唔知乜嘢嘅外來招式，一時間都難以歸類。總之佢可以打敗到敵人，況且亦都可以救到我一條命。我都唔理佢咩正宗一話唔正宗啦。由當時開始，我正式放下門戶之見。望见一片好阔嘅天空啊！咁点解天赐阿爸识日本功夫嘅？系咯，点解啊？点解？其实你天赐阿爸做乜偷懒唔练功啊？咧，快啲去练功啦！快啲练功，练功，练功！大声又讲个古仔啊！讲咗好多次噶啦，最紧要就系佢哋未听过啊嘛。咁又系，啲细路应该要知道过去嘅。嗯，俾心机啲练啊，练好至准食饭。阿准吃饭啦，大家唔好练啦，吃饭啦。但系阿爹话要练好功夫先可以吃饭。咁你话俾妈妈听，吃饭重要啲啊，定系练功夫重要啲啊？吃饭。好啦，咁大家休息一下，食完饭先至再练啦。一腔热血，怀着理想我，愿比天高，胸襟最广，要比天高。敢作敢于渴望，前层后层共聚，敢胜成败都是一趟。千秋万世留下战绩，我悠然自豪。经典角色创新思想，岂能俗套？千古传颂，还剩只一块极千尺望。前人后人万看，今朝细数几个好汉。千尺浪。